我今天到你们这里来啊，也就是看我们复工复产的情况。制造业是我们经济的命脉所系，我们国有企业是生力军、主力军，在复工复产方面我们要起到这个作用。刚才我看了一些产品，我也看了你的生产线，非但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，而且创造了啊汽车生产的历史最高水平，这是必须鼓励的。希望你们再接再厉啊，把握机遇啊，化危为机，特别是去创立发展新的模式、新的业态、新的技术、新的产品，